从 KL 去到槟城开会的话，一路上是不需要充电的。OK， 当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这个 Denza 的第9已经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了啦。大家应该会很好奇，这个 Denza 是什么品牌？其实它是这个比亚迪旗下的高端品牌，它的其中一个股东就是 Mercedes-Benz， 所以呢，它的产品都是主打高端。而这个也是 Denza 第一款来到马来西亚的产品。我不用讲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对手是谁啦，就是 Alfa 跟 Wildfire。可是呢，它在马来西亚它只提供一个隐形配置，就是纯电。那么这辆车有什么特点呢？今天就大家转看一看这个 Denza D9， 也就是所谓的 Alfa Wildfire 杀手啦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啦。Well， 虽然刚才我有讲到呢，这辆车是 Alfa Wildfire 杀手啦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在马来西亚市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是 Alfa 跟 Wildfire， 因为这台车只是一辆纯电的 MPV 啦。纯电跟汽油车它们大概的族群其实还是不太一样。如果你问我的话呢，我更加觉得它未来来到马来西亚之后，它的对手呢会是这个 Maxus 的这个 Mifa， 还有即将登陆马来西亚的 Zeekr 009。所以这三款 MPV 里面呢，你们自己去选一款，然后看一下哪一款喜欢的啦。不过呢，这个腾势的 D9 呢，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有几个重点的，尤其是它的后排呢，就是它的精髓所在。这一点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看。首先在充电的部分呢，我要先讲这个充电啊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但是我不确定马来西亚版本有没有，就是叫做双腔快充。因为一般上呢，这个纯电车它的充电口只会有一个，充电速度会有点慢。它为了提升它的充电速度呢，所以这个中国版本的 D9 呢，它会有两个充电口，它们叫做双腔快充。它最高可以支援到 166kW 的速度，它在15分钟里面就可以充进 250km 的续航。如果讲今天你开着这台车载你的老板，他上个厕所，你使用这个双腔充电，一下子等他上厕所回来，你的这个电池容量就充到7788了啦。所以这个双腔快充就是有这一个好处。现在我们去讲到它的动力的配置部分，其实在中国呢，它是有这个 DMI 跟纯动可以选择。当然 DMI 的部分呢暂时不会有，所以我们就看纯电的版本。这个纯电版本呢还有双电机的设定，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表现呢是 369HP， 它的峰值扭力表现 470Nm。 如果是讲作为一台豪华 MPV 来讲呢，这个动力表现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它的官方0到100加速是 6.9 秒，以一台豪华 MPV 载老板的车 6.9 秒算快了。那么在续航的部分也是大家人最在意的啦，它配备的是 103kWh 的磷酸铁锂电池，一样也是刀片电池。然后呢，它的续航可以达到 600km。 基本上呢，如果你是驾着这台车载你的家人或者载你的老板从 KL 去到槟城开会的话，一路上是不需要充电的。当然你必须要维持这个时速110啦，如果你就是一直拉120-130的话，基本上这个电池就会很快的掉了。那么这个 Denza D9 的重点精髓就是在它的第二排座椅，它是一个七人座的车型啦，但是它的第二排座椅两个都是 Pilot Seat， 坐起来的舒适度是高的，而且两个座椅呢都支援这个 Massage 功能，也就是按摩椅，然后上面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，确保第二排的乘客可以有个很舒适的这一个动作。然后它前面有这个盘子的设定，这个餐盘你可以在这边吃东西，你可以放电脑工作，所以它就是一台商务车的设定。然后就算只是这个餐盘的话，它的质感上面它是一个比较柔软的这个塑料，所以摸起来不会 cheap 的感觉。还有一点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它这台车很多的控制呢都是通过这个平板电脑触控，所以例如讲你要调整这个椅子的话，你只需要按一下调整，看我就可以控制这个脚靠，然后我可以控制这个座椅的前后，然后我可以控制这一个，都是通过这个小平板来控制，甚至连后排的温度啊，还有这个按摩座椅的功能都是通过这边调节。另外呢，这台车还有一个中国车特色功能，就是冰箱，它的冰箱在这边，也是一个电动的，你只要按一个 button 它就会出来，然后最低可以设定到6度。而且这个并不是通过这个冷气出风口来制冷的，它是真的蛮冷一下的。目前现在它的温度是-6度，最低是-6度。所以如果是这种天气炎热，现在大概是35-6度左右，你把你的冰水放在这边，你想喝的时候它可以给你一个最冰最冰的水。我觉得这一个功能可能马来西亚人会喜欢，因为马来西亚天气也是很热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讲这台车是七人座的车型啦，不过这个后排的空间表现我就觉得是普普通通 A 啦，因为它的精髓主要还是在这两个椅子，所以后面的话应急也是 OK 的，舒适度大概是有一个6-7分左右啦。那么虽然讲呢，这台车是一台专门为这一个老板或者是商务人士打造的车款，可是呢，它前面的这个驾驶坐姿跟它的椅子的舒适度都还是在线的。
那么我刚才其实就开这台车开了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这个驾驶座子我很喜欢，因为我的身高是比较高，所以我对于这个座椅的支撑的要求度是比较高的。但是这台车我坐下去，我就觉得我整个背部，包括我的肩膀，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我的肩膀、我的这个腰，还有我的脚垫等等，都有一个很好的支撑。所以长途驾驶的话，我相信应该不会劳累。另外这辆车呢，它跟这个 BYD 的车款一样啦，它就是配备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荧幕。然后这个荧幕呢，如果是国际版本的话，还会支援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、Spotify 等等主要的功能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在这么大的荧幕上面去看你的 Waze 哦，那个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。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要加强的就是这个荧幕的亮度不太足够啦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这边前面是有一个50瓦的这个无线充电，然后包括后面两个 Pilot Seat 的左右两侧其实都有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，所以就是讲呢，你的不管你是坐前哪里，你的手机要充电基本上就是不会有问题的。然后这个排挡杆也是水晶的啦，这个水晶的握感是 OK 的，只是长久握的话它可能会肮脏，你的汗渍啊什么都会在这边。然后这辆车也是支援这个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呢，像是这个 ACC Stop and Go 的 ACC 车道维持系统、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，这台车都会看得到。因为毕竟买到这个 Level 的车子，它的安全配备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试驾一下。 OK 啦，现在我们就来进行这一个司机的培训呢。首先我们要试它的加速，之后试刹车，试悬吊，再试这个转弯的动作。先试一下这个纯电 MPV 的加速，然后刹车，然后再试一下这一个不平的路况。它的悬吊是真的可以把那一个震动跟碎震吸收到很干净，然后可能真的是因为它的底盘有电池，主重心比较低，所以整台车开起来的稳重度跟那个 body roll 那个侧倾的 control 是控制到蛮不错的。你看，从镜头可以看到我在转弯这个动作，基本上你不会感受到车辆有一个很明显的侧倾。OK， 然后转弯，给我稍等一下，是吧？转弯，侧倾真的是控制的蛮不错的。这 ，OK， 刹停。虽然是短短的一圈，但是这一个 D9 的整体的动作真的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作为一个豪华 MPV 来讲，这个是不错了。但是它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你很柔顺的去开，你不要太急，所以你就可以享受到这辆车的精髓在哪里。它就是一台很舒服、很好开、很安静的 MPV。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所限啊，所以可以带大家看的东西是比较少一点点的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未来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，我们会带来给大家一个更为详细的影片，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 YouTube 圈呢。因为像我们在中国的长沙真的是时间限制，我们只剩下一个5分钟可以去拍摄，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。那么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支持我们一下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。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，拜拜。